得跟你一样，已经是个死人。听说，自从十三个公交车出事以后，咱们单位北边那个小楼就一直闹鬼。拿个东西的。你不要我了吗？你很久都没跟我说过你爱我了。你真找错人了。我拿个东西就走，可以吗？哥哥，你可以说你爱我。我还没说什么呢。
车经过那个水库的时候，就已经被做上了标记。你要是不把这些事情解决了，我怎么放心把白帆交给你？庄山路，庄山路鬼的那混蛋，老子早晚弄死你！还有啊，哥哥不爱你。哎，小李，你是去哪儿了？好点了吗？没事，好多了。不对，您身上沾了啥？我这是新换的，能有啥？是机油。哥哥，你不爱我了吗？